我的哇塞 Q 阿东打，等一下这个先暂停，这个先暂停，这个阿东好像很会啊。打开了。哎，啊，我的那个靠背，我被人跳新手了，哎呀，受不了。OK OK， 好，我认真了啊。呀，嗯啊 ，OK， 差不多该认真了。妈的，第三名阿东啊。这么凹的吗？哎耶，没问题啊，阿东软软的啊。Who is the best Adam? It's me. 好，好，哎呀，安全跳没做好。Who is best, Adon? It's Yoro. Adon wins. Andy Sower 是日本 K1 什么意思？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 ？Enter the ring. 那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人是什么？日本，他日本阿东是不是？他是日本阿东啊、哦。Training day. Business will fly at this location. 俺様の最強。Are you ready? 哦，他的名字哦，なるほど。靠北，哎呀，太想做事了啊！太想跑了，太想跑了，反而就被他打。纳尼？哎呀，受不了！靠北，我的绝招！哦不呢啊，我的绝招啊没出来，刚刚浪费我一颗气啊，刚绝招出来他们已经死了、啊。This could turn it all around!
Then it's over. Which one of these fighters will snatch victory from the jaws of defeat?我绝招啊！我绝招啊 ！Fuck you！ 我绝招变成跳动脚啊！他妈的，不然他早就死啦！林阿妈嘞啊，他的跳跳的有点甜啊，干，我要认真了。他跳有点甜，然后等下对空啊。我先习惯一下阿东啊，太久没打到了，先习惯一下。啊，神手打！ 我落地升龙啦，靠北啊！哎呀妈的，他很喜欢起身原地跳、欸，你他妈的！哦，可以哦，不呢，哦不呢，他很喜欢起身原地跳啊！我等下就起身延迟二 LP， 看到他原地跳我就升了，好，我会了。 哎，我的重脚怎么没中啊？哈，打到背，运气不错，他。 啊！我被人溜两次了，看他打法怎么那么乱啊，受不了！打法怎么那么乱啊？看我要生气了，我要认真了，我快当肉丸了，他打法太 random 了，他打法太 random 了，他都一直跳什么的，怎么那么活泼啊？怎么那么活泼啊？好，我等下认真归一下，现在多少？1:2嘛啊，1:2哈，我快要当肉丸了。 我快想起来了，我等下把记忆想起来一下。阿东那边跳来跳去的时候，阿东要干嘛？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是我什么5HP之类的，有点忘了。我点的说，哎，我刚点的说干，他俩应该会叫他 K 吧？嗯 ，K
跳那么甜，哦一吸，那都比小恒小吗？弱多了，弱多了。这阿东很 random， 这老实讲，这个是二流阿东啊，对我来说是二流阿东啊，只是我现在不是很习惯，太久没打了，太久没打阿东了，然后我快习惯了，我快习惯了。干你老师！哎呀，他很喜欢起身原地跳什么的，我都快忘记了，我打一打就想起来了。来了，想起来了。干我的 F 四啊！哎，二比二，他的压起身几乎都用 Jaga Key 压起身的，就是专门打你解摔跟打你身龙用而已。就是压压，其实他压我起身，我应该延迟身龙，就是看清楚身龙就好了，就不要起身身龙，我就看清楚身龙就好了。不知道这是哪一国人欸，日本人。就他的打法其实是很简单的，他的力回能力是几乎没有，他就是靠阿东的招式啊，就是怎么讲，他进攻的时候就很喜欢用跳的，然后压起身的时候都用那个 Jaga Key， 就是那个吃你身的，就是这样，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阿东战法，这种阿东战法就是特别简单。欸、你看他就一直跳啊，干老师啊，干啊，他那个跳我都在想他到底会不会勾阿斯，我以为摸得到他，一直那边跳跳杀小，干他等下再跳我到升龙了，我不管他会不会勾片的，我不管他会不会勾片的。干他的那个打法真的是他妈鸡巴简单，干你娘！我最讨厌这种打法了。然后他都是用 Jaga Key 压起身的，就很白痴啊，你知道吗？就很白痴啊，就是用 Jaga Key 压起身而已。看懂打法真的是怎么讲？这种就是靠角色的打法，就是靠角色的打法，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就是把力回做好了，干你老师！哎呀，又摸不到！哎呦，这个打法好烦哦，这打法好烦哦，受不了！我以前怎么打的啊？以前我也遇到这种很多这种阿东啊，我以前怎么打的？我想一下，我的记忆丧失了。我的记忆丧失了，这阿东这个他妈的一直在那边金角抓卡 key， 我以前怎么用的、啊？反正先不要解摔嘛，我觉得先不要点解，
先不要点解，然后他的解衰很少，他的解衰很少。但我以前打阿东超强，说他妈的，等一下我想一下我以前怎么打的，我的记忆已经忘记了。看这种鸡巴打法，那我就靠角色的这个，我想一下，因为力回跟对空我是赢他，只是我先想办法克服一下他那个鸡巴的那个重的叫 Gaki。我应该放弃解衰，然后就等这个。他要差不多跳了。他真的都跳欸，干老师欸，他在防守的时候都跳。啊，我想起来，他如果一直在那边跳的话，我们可以那个。他如果一直在那边跳的话，我们可以那个用 SA 架。哎，按错。那你会不会被绝刀对控？你就看他跳多远。哦，不呢，他是猜我用 Jagaki 啊，所以他起身六六。对手是谁啊？不认识啊 ，Rank 啊。啊，六六是一个方法，但是他啊，对，六六是一个方法。他说三下出嘛。这么凹的吗？啊，这个没办法，他都三下出，所以我们可以点三，等他点三下 LP 之后，我们再用升龙去弄他。靠呗，我按早了。靠腰！哦，不呢，你看这招他就不会用了。看、啊、我刚绝招啊，受不了。我以前对策没有用阿东啊，我阿东以前太会打了，我就直接就用技的了。对面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不会，他连对空都不太行，他好像没有对过我一次空啊，他连对空都不太行。他就是他怎么讲，他就是靠这招啦，他就是靠这招在那边用人，他就是用这招跟凹，然后他起身的时候就是凹跟原地跳之类的，就给你猜。我觉得这个打法是在以前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我是已经忘记怎么打了，所以我打的有点辛苦。我以前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把他82以上没问题。就他这种靠招式的阿东是我以前打最多的，就以前阿东基本上只会 Jagaki， 就是我把 Jagaki 封印之后，他们就什么事都不会做了。我快想出来了，我快想起来了，现在几比几？3-3吗？几比几？还是2-3？你看他妈用凹的，操你妈！你看他不会对空啊，这个人。你看他一次对空都没有对过啊，他连一次空都没有对过啊，这个水平，这个水平以前来讲是真的不正经。这个血量他给他凹就没了。干你鸟，我又没压好。妈的，又没压好，然后他就是都会很喜欢用那个延迟升龙打解衰，所以我们俩就不要解衰就好了。那个情况下，我们就不要解衰就好了。凹啊，这个人，这个人真的凹啊！啊，他都是这样，有没有？他都是这样干。我刚刚是要升龙对空的、啊。
啊！干你！啊，没有，我以为还用 Jagaki 了，我以为还用 Jagaki 了。这角色过强吧，但是我忘记怎么打了，过你妈强啊！但是我忘记怎么打了。靠腰，他连安全跳都不会，那不是很简单安全跳吗？欸，我安全跳没做好啊 ，fuck！啊，这个是只会这样而已，干好烦哦！欸，我升龙了！欸，我安全跳怎么都做不好啊！你他妈的！哎，我安全跳都没做好，不然他已经死了，不然已经死两次了。哎呦，我的安全跳都没做好，我的师傅安全跳欸，没做好。哇，这种智障打法我真的受不了。啊，我以前怎么打的啊？反正，反正我觉得点解应该要配多一点，我觉得点摔应该要配多一点，我觉得他不太解。想一下。解笔记，解笔记。Training stage. Your destiny will be determined here. Let's get started. 靠讲这歌。干你娘嘞！真的是原地跳歌哎。啊！被骗了！我挡！哦，烦呢！啊、你闭嘴！妈的，那是因为阿东的升龙打 Jagaki 不行。那如果是打其他角色，那个 Jagaki 不能这样压了。阿东打阿东的那个 Jagaki 才可以这样。哎，又被骗了。哦，好烦哦，一直用这个 Jagaki， 他妈的，让人怒哎，这个打法真的让人怒。哎，运气不错，嗯，让人怒啊！这个打法。哎，我安全跳啊，八个了。起来耶！不是，怎么会输给一个连安全跳都不会的阿东？操！哎呀，受不了！哎呀，我连一个安全跳都不会，连安全跳跟对空都不会的阿东，看我居然还跟他打个五五，看我真的是犹如我的尊严！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以前这种一定是被我按在第一场打的，看这个安全跳跟对空都不会，他妈来跟我打五五，我真的是烂多了，受不了！啊，比数不知道，我忘了，我没记啊，有。他这个应该要显示比数的、啊，我都忘了。
反正可能平手或者是我差一场吧，可能是平手或者我差一场，不是很确定。Let's get started. Fight. 神龙啊！哇、啊，干这个打法真鸡巴，还是出打法，我的天哪、啊！啊！我以前到底怎么打的啊？是用摔的、啊。干他起身用那个原地跳的、啊，操你妈的！哎呦，我不懂啊，现在的阿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干你俩学我鸡巴毛嘞！妈的，这看我用那么多次，还在那边学我，看有个不爽的啊！这个除大法，等一下怎么破的？哎、欸，我以前到底怎么破的？我想一下看，要是有以前的优罗在就好了。除大法怎么破的、啊？鸡巴打法，这个就是不强的打法，就是一般人认为的阿东打法。所以我就不是这种打法，这种打法其实很好破的。我想一下，我都忘记了。我想一下，看你老师的。敢，我以前是阿东内战达人啊，现在已经不是了。我现在被这个连对空都不会的阿东屌虐啊！看他跳多甜，他妈的，我都可以用 UT 对攻还两次。看他跳多甜，受不了啊！好，认真了啊！四代卡机感我觉得都不错、啊，还有绝招那个爽感，我就觉得很不错。哎、欸，我脆反的、啊！我升龙啊，靠呗！我升龙啊，变 AC 了！啊，我升龙啊！哎、欸，我绝招了！哎，我绝招了！哎呀，受不了！可来耶！一般人不会跳那么甜的、啊，跳一跳我都麻痹了。那主要是他可以那个改变轨道啊，他有时候会用那个，如果人家如果在等对空什么的，改变我的圣龙改变轨道，我会被他吃掉啊。所以有时候我不动的话，改变轨道，我可以在地面上缺板他。敢我不是其他角色对空那么强，地对空就好了。到底几比几嘞？看我没有记啊，受不了。到底几比几啊？还没有记我心情很糟哎、欸，没有记的话，我就不知道我哪一场会可能会先被到死之类的。
他防守起身很喜欢原地跳，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用点摔，然后他如果跳的话，我们就升了，感觉八七八刀。哎，我按了。哎，我神龙啊，靠背，我都知道还有那个三下那个了。我都知道还要三下那个了，我都妈的，我神龙没出来。哎，我后后靠呗！哎呀，我知道还要凹啦！哎呀，我知道还要凹啦！我后后啊！哎呀，我后后啊！干你老师嘞！我都知道还要凹了啊！西亚没后后出来。真的凹啊，这个人！啊，真的烦！嘎，你老师嘞！哦，这个鸡巴打法好不爽啊！啊！只有2000五到2800，对啊，就这个靠招式的，然后基本功都没有的，干你老师哦！重点是我现在输啊，重点是我现在会输啊！看我现在看不懂，不是看不懂，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应对，我忘记了，我忘记了。看我以前真的超会打这种的，我忘记怎么打了。哎呦，好怒哦，好怒哦！这个就这是鸡巴打法，这个以前肯定不会到这个肯定不会到4000这种程度的。这个以前就是在我归类在就是这个就是玩阿东的普通人，知道吗？干你老灰啊嘞！不是因为他会用那个 Jagaki 骗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就觉得他跳很甜的感觉，像 Jagaki 骗，啊、哦、受不了这个白痴打法。啊！你看，干你老师嘞！哦，受不了。忍者啊，看不出来是不是？啊，没确认好。啊，被那个，没有。我刚就是起身，我就是转看他，如果 Jagaki 或者跳，我就输这个了。像你妈啦！我觉得 Maynette 比较肤浅的，按一按就死掉了。干你老师！哎！刚那个距离，我如果用那个食神龙就打得到了。我以为还用那个。啊！把那个浪给我。
어부네 어부네 啊我不是依赖这些招式的啊，依赖这些招式不会强啊，就是有对手会打中的，这个他就是这种依赖招式的是一定打不赢的。他妈的！前摔后摔都可以压，大部分的角色，大部分的角色，小象的打法是跟我是完全不同风格，完完全全。看有没有。有没有知道几比几啊？干，我好像知道，就可能到死我就换角色之类的。我怕没到死我换角色，感觉不是很好，就对我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个强势，感觉不是很好。看不到几比几，不到几比几，反正应该是五五波附近，因为我的分数是比原本的高的，应该是五五波附近，五五波或者我赢一场之类的。我二 LP 啊！哎，我神龙，我绝招啊，我绝招啊！最好是多出小象啊！我以前早期打这个的时候，我赢小象比较多，好不好？到后面也是五波，你可以自己去看网络上的影片了、啊。干你老灰啊！哦不呢，他起身是一直跳，不知道跳啥小他妈的，啊，受不了。前摔可以做安全跳附带，后摔可以，安全跳很烂啊，六伏而已啊，打大部分角色都不行啊，只能打谁？打沙卡特、欠咪有用而已啊，其他人都没用啊。前跳什么安全跳，跳你妈，那个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什么安全跳。阿东是那个跳中脚打背还可以啊，几比几啊？哎呦，受不了！哎呦，这好纠结哦，都不知道几比几干。哎呦，不知道几比几，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换角色。算了算了，我们用阿东打吧。六比七，可是我分数比原本高哎，理论上来说应该最少是五波吧，应该我不会输一场，我的分数还比一开始高吧？我应该打应该是四千还是四千一开始啊？啊，这边就是看他什么时候会那个 Jaka Key 的。哎，放枪啦！放枪了，干！可是他根本不会打、啊，你看阿东打阿东，他居然还用那个 F 字抽起身，那个 F 字是抽不到的，打阿东是抽不到的。
加挂起。哎，哇！干你老师哎，我被人按到了。哎呀，看错了！哎呀，看错了！干，我刚刚不小心按到了！哎呀，白痴变绝招啊！哎呀，这两个人按到了 ，fuck you！ 这两个人按到了。哎呦，看他离地，我以为是 Jaga Key 啊！干你老师嘞！啊！失误有点多，六比八吗？你有看 VOD 吗？还是你自己默默算，就算六比八吧。不是，这个阿东真的是二流水平。看我五五波就算了，我还略输，这个我真的不能忍哎、欸，我真的不能忍，看着我真的。还以为你打五代，我想要很久没打四代了，打一下。他连对空都不会，你知道吗？他连对空，他没有对过我一次空啊，受不了。他的打法就是 Jaga Key， 哎呀，受不了，我又忘记了，打阿东不能这样啊、哦。很让人怒啊，这个打法。我升龙啊！干！哎呀，应该我赢的。我升龙啊！我的升龙没装好。起身速点，起身前跳，原地跳，他的对策，他的防守对策。哎，我神龙啊！哎呀，我刚升龙，操你妈的！哎呀，受不了！哎，我刚刚安全跳，对不对？刚刚安全跳对不对？哎呀，我忘了，那我完之后做一个安全跳，我刚刚要做安全跳的，干娘嘞！哎呦，受不了！我刚刚安全跳，然后用绝招魔血我就赢了 ，fuck you！ 啊，有种二流的打法，我真的是要想一下，好好检讨一下。我好好检讨一下。The battle has begun. Fight!
他居然知道那个不可防。这游戏只有他哦，因为我用那个 PP 相近的才能进来，所以他应该都只有他吧。他怎么一直前跳啊，操你妈的啊。 OK， 好的好的好的，我想一下啊。我刚按解摔了，操！他刚落地那边跳，我刚按解摔了，怎么会被摔走？哎呀，受不了！打法真的奇怪，受不了！我想一下啊，让人怒哎，这个打法真的让人怒哎。老板，我应该可以屌打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区区四千程度的，区区现在的四千的，那我以为我可以屌打的，那我真的一直被招式蛤蟆，就是他的力回对空能力是完全的烂的，哇！那防守也是，就他其实解摔解很少，就一直拼跳，他就一直拼跳拼凹。来一直拼跳。
啊，大东谁啊？我不知道啊，就 Rank 的。有你觉得有点强，你居然是觉得有点强，我要生气啦！我要生气啦！你居然是觉得有点强，那这个打法不是很烂吗？Fuck！刚刚妈，我刚那样有一，我刚那一场我用那个安全跳早就赢了，干那一场少赢场。阿东不可能比我强的，阿东不可能比我强的。美好世界没有呢，因为我现在玩梦幻模拟战就腾不过手了，就没玩了。但是听说不错啊，那个原汁原味啊，还有配音啊，感觉还可以啊。啊，反正你让以前的老玩家来看是，你就知道这阿东是肯定没有内容的。让人无法。啊，配音蛮不错的，配音是原声优配音嘛。他真的一次都没办法对空，我们打了大概20场了吧，他一次都没办法对到空。靠呗！哎呀，那连段真的是，哎呀，受不了！我安全跳杆还有失败过很多次啊，我就说这个水平不行啊。他不是他连他自己不会做安全跳，他自己不会做对空，懂吗？就这个人的水平，你看我跳了800多次，他没有一次对到空的，这个水平你跟我说很强，我要生气啦！哎、欸，玩二 LP 而已啊，二 LP 而已啊！啊、哦，让人怒看！我猜他起身用交叉 key 哎，我应该一直66的哈，反正他我应该一直66，他应该会用剪掉。哎呀，我要交叉 key， 我要那个低空加卡的，放墙位我还厚厚啊。他在他有没血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有玩过五代吧，就是他没血的时候他就一直往后退，他完全没血，就一直往后走。哎，浪费。让人怒妈的！哎，好，我问你，你觉得阿栋比较强还是艾莲娜比较强？来跟我讲屁话，他妈的，我等一下就艾莲娜打死你！你看阿东打龙能不能这样用叫他 key？ 我起身一个小升龙或者是什么升龙，他早就死掉了、啊。阿龙的升龙太烂了，阿东的升龙太烂了，才会被他用这样叫他 key 一直哈咩。我连他三下我都知道他要三下新手叫他 key， 我用重升龙我还会被他吃掉，他妈的，我用 ES 才可以啊。The battle has begun. Fight!I hope you're ready.
干，你还要抓阿 key 的，哎呀，受不了！哎呀，他刚刚抓阿 key 了，还放枪变成真龙，我还打，我还中了，哎呦，让人怒哎！他压起真的是他妈的点抓阿 key 点摔抓阿 key， 操！真懂了，真受不了，怎么可以这么的固定呢，受不了，防守就一直前跳，前跳你妈妈啦。哎，安全跳没做好。妈的个叉边蛋哎，这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受不了啊！我差不多已经当肉丸了，这次打法真的让人怒，不然我已经当肉丸了。打法真的让人怒啊，受不了！我想一下，我应该要多摔一点之类的，但是他又一直用前跳，那让人烦。有时候摔一摔就突然前跳一下，那个前跳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再勾，有点忘记了。第三名阿东，干，现在是阿东没人玩啦、啊，这种程度在以前人排2000多3000紧绷了。还给我排到第三名去，受不了、啊！怎么可能啊？看老师啊，这只会这招而已，万年一招，我也学你。他连这个 hold 都不会，又这个又要起身跳。什么都不会，完全他的升龙只能拿来凹而已啊！他升龙只能拿来凹跟连段而已啊！他一次都没有对到空，一次都没有，受不了，这种程度。哎，我升龙啦，拔开了。来。哎，受不了！要是对面是伊布奇，我连一个灯都没办法赢啊！你还敢那边唧唧歪歪啊？伊布奇已经那么强了，打动那么有力了。哎呦，我安全跳怎么他妈一直没有做好啊？让人怒哎、欸！妈的，这不是这个东西，以为我会中多少次啊？受不了，这前跳要骗我的那个。哎呦，又要踩我那个用 Jaga Key 压压起身，想法真的很单纯啊！他是五代玩 Birdy 那个吗？啊，是吗？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Who will emerge a champion? Fight! 哎呦，那这打得超没细节的，打得超没细节的，好怒哦！以前我一定是哈、啊、这个阿东啊，软软底，我的受不了，我现在应该是赢了吧？我的分数已经超越他了，所以应该整体比数应该是我赢了吧？没有错吧？我虽然没有记几比几，但是整体比数应该是我赢吧。
打得很打得很生气而已。哎呀，我应该亲手可以赢他，说妈的，按慢了，我应该亲手可以那个了。多久没看你台了？还敢不看金城武？还敢不看？哎呦，妈的，这雀反的东西！哎 ，fuck， 太远了。哦，让人怒啊！还不够低啊，这个人。好的，跳杀小，看到灰啊！就是在打炮，他妈的，好吧，打炮比较重要啊，好久没打了，可恶，让人怒。The battle has begun. Fight! A new warrior has entered the ring. The craziest and wildest fighters have assembl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join in the fight. But only one will be training. Ah.11-11吗？哦，是吗？啊！哇 ，Q 嘞！笑笑。算了算了。哎呦，太远了，哎呦。站中脚的、啊！啊，受不了哎、欸！我以前到底怎么打这种的、啊？好生气哦！我以前到底怎么打的、啊？不是我做的，我做东西好，他这么多，我到底怎么输的、啊？我到底怎么可以这样无活而已啊？干，不是应该屌虐吗？不是应该屌虐吗？干，生气耶、欸！那为什么啊？
哎呦，那是压起身的，那我没跳好了对空。我平常在立回的时候跳，他是一次都没有对到空，或者是我 Jagaki 他一次都没有 hold 过。那我那种起身，那就是他起身前一直转就好了，那个不叫对空啊，那不叫对空啊，我只叫错边跳，没有对好而已啊。没压好。这才叫对空，好不好？这才叫对空。他一次都没有这样过，这才叫对空。这才叫对空。我升龙啊，靠呗，变成啊，变抓他 key 了，刚刚，哎呀，受不了。干啊，这妈到底是一直原地跳冲杀小，一直原地跳，一直原地跳，一直原地跳啊，让人怒啊。我以前真的很会打通脚啊！我以前真的很会打通脚，我不跟你开玩笑啊！以前这种不是，以前这种是一定打不赢我的，但我真的不懂，我以前到底怎么打的？我以前不会把打中阿通的影片留下来，你知道吗？干，要是以前会留这种的话，我就看一下就好了。这以前这种用脚打都打得赢，打中我的阿通影片，看我这以前忘记我真忘记我以前怎么打的了，我忘记以前怎么打的了。打这种以前一定是用脚打的，啊！不是，这五五波真的是犹如我的，这是犹如我的风格，你知道吗？怎么会五五波嘞？不可能五五波的，受不了啊！我以前是在更规一点，是不是？还是怎么样？我忘了。我也是 PSC 打阿东，打阿东没有用啊，阿东打阿东没有用啊。那要看角色的，那没有用。那你比世代谁赢？世代你看谁比较出名就知道啦，怎么可能会是他赢？你看世代大门世代有很有名吗？大门世代有很有名吗？大门五代比较有名一点点，你看谁比较有名就知道了。稍微贵一点点看看好了。来。用凹的，他只会用凹的，是不是啊？
哎呦喂呀，我的那个啊，我的绝招啊！Okay. Ah. Adon wins. 不，我觉得你一定记错笔数了吧？我的分数已经颠倒过来了，怎么可能是平手而已啊？我觉得应该记错，我也应该记错笔数了。我觉得应该我应该多赢个一两场。我一开始笔数是，我一开始分数是多少啊？我一开始 PP 是多少、啊？我就是4000、4100啊，反正我现在4300。我一定比他多赢一点啊，一定是有记错笔数啊，我一定比他多赢一点，不然不可能平手，然后我的分数比他高，不可能，一定是我多赢一点，但我没有记啊，就算了。以前这时候我已经5000 PP 了，你知道吗？我以前这时候已经5000 PP 了，他妈的，那边给我上上下下加个100分，冲他小，我以前已经5000 PP 了，打的阿东就是啊，好甜啊，跟你过来送分的，知道吗？那以前这个样子。让人怒。Let's get started. Fight! This is it, the fight we've all been waiting for. Turn it all around. Where did that come from? Fantastic combo.被骗了。4060，对，我现在4300啊，我一定是多赢他，我一定是多赢他很多场才会这样啊。我只有打他一个人而已啊，懂吗？啊，你脑灰啊嘞，这只会凹啊，这个人。为什么一直跳？操你妈的！你快快的一回行不行啊？老师哎，还让人怒啊！受不了。让人怒哎、欸，妈的！他只会打运气是不是啊？哎呦，受不了！我到底以前怎么打的啊？烦呢、欸。A new warrior has entered the ring. I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on a global scale, who among the challengers will make it to the top?单发弹墙地中重手撞在那边的，对啊，我刚就这样想啊，我以前我记得我是用重手啊，我以前是用重手打的。然后原地跳我是用架 SA 的，我想起来我的基本对策了，他等一下在那边弹墙地我就用那个了。靠北没压好。忘了，操你妈的！哎呀，受不了！亲手没出来。
Okay. 啊！真的，我的优洛胖吉要出来了。这个叫优洛西基啊，他等下又要偷血手啦，让人怒。我觉得他等下你会偷用，他等下你会偷用，妈的！Lightning Jaga, Adrenaline。认真了啊！认真了啊！嬉笑怒骂啦，妈的！打出这种真的是对我的……
这是对我人格侮辱啊！你怎么可能打中阿东啊？哎呦喂呀！我的天哪！哎呦！Are you ready? Fight! Ah! A new warrior has entered the ring. 让人怒啊！哎，以前很多人讨厌阿东都是因为这种打法，你知道吗？以前很多人讨厌阿东都是因为他这种就是怎么讲垃圾打法，所以你一看就是感觉他一看就知道不强，他妈的！哎，后面是很多人会打就算了。很多人都说阿东只会凹啊，干我然后干我才不会凹，我才不会只会凹嘞，我跟阿东很不一样。好的，就是这种人带坏阿东的风评。操！你老师的、欸，他用那个轻脚交叉，还给我错边，他妈的我还中哇，让人怒啊！我很少凹的、啊，他的阿东是只会打凹的、啊，你白痴哦、喔，你懂不懂差别啊？开机过来，妈的，我证明给你看，操，让人怒，这个阿东的打法真的让我生气啊！啊，烦呢、欸，这个打法让人怒。啊，受不了！我要是赌，让我自己怎么会输这种打法，你知道吗？怎么可能？看我以前抽，绝对不会输这种东西的。哎呦！哎，感觉是。可以召唤以前的 Yolo 过来打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我不是在画后栏呢。可能好，怎么可能会打成这个样子焦灼啊？哎呦喂啊！搬回屏东了没有啊？在台北啊，我只把摄影机换个位置。应该花一颗气就够了，应该花一颗气就够了。你在凹。
云不好打东吗？我觉得云打东五五波吧，我觉得可能五五波吧。桂田跟卡兹也差不多，差不多是打那样。我觉得可能云小有利一点吧，我觉得可能云小有利一点。云的空插打东蛮有用的，云的空插打东蛮。然后他的跳，他的升龙就是四伏，阿东比较难做安全跳。我觉得云可能小有利一点点，可能 5.2 左右而已吧。但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偏五五的，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偏五五。就我除了打卡兹的云胜率是比较偏50%之外，我打其他云胜率都没有。我升龙啊！操你妈的！哎呀，我都知道他起的会原地跳，我就延迟二 LP， 然后看他原地跳，我就升龙的。但升龙没出来，被他打到了。海豚最强的不是用云，因为我阿东打阿东更厉害啊！以前我阿东跟阿东以前更厉害。安全跳，这么喜欢往角落跳，受不了这个人。不是这么喜欢往角落跳，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这么喜欢往角落跳，冲杀小。解衰原理跟五代一样吗？差不多，但是四代有蹲解，对，四代的衰是三，主要是四代有蹲解啊。我刚不解衰是因为他有那个两颗气，所以他可能会点一下延迟升龙打康。我刚前面有中过几次啊。妈，这人到底是谁啊？日本人是吧？日本人怎么会用这种打法呢？我觉得可能不是日本人。妈，这也只有日本人可以连这么顺啊，应该日本人啊。啊！我自己错边靠呗。我觉得我应该要多用一点摔，我觉得我应该要多，我觉得我应该要多用一点摔。
bout will determine who is the strongest. And why? I smell a comeback. Will this gambit work? Looks like we can expect fireworks. Lightning dagger! Lightning dagger! What a rush!变瘦了，差不多，我也是觉得变瘦了。不错不错，我那输很多场，我赢比较多吧，我分数比较高嘞，我赢比较多吧，怎么看都是我赢比较多啊。我起码因为一场，我多赢，我原本是你说4000、4060嘛，我赢一场加大概50-60嘛，我起码赢他6场有了吧，我多他300分不是？我从他那边赚来的300分，我起码多赢他6场有了。最近吃比较少啊，所以用168减肥法。我可能月底开始跑步了。我跟统神借健身环啊。然后他刚回我说那是003的，然后我问他说他妈是有没有在用，没有用就那个，没有用我就借了，他也没回我。靠腰。靠背！哎呦，我刚绝招出来就赢了，你他妈的没转好啊！看他是怎么做叫他踢啊！好不呢？我突然想换视角，想说很用这视角很久了，就换个视角吧，换个视角吧。哎。干你老师嘞！哎，稳了，他都被我打到掉出3000啦，稳了稳了稳了。